大家欢迎到我是可以小封面仔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什么呢？很久没拍 video 是不是？就是为了等这个东西。今天我们要弄一个东西。看到这个手机的画面，这个，如果你之前有关注我的频道，哎，没有声音，算了。你之前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会做什么了。因为之前我用过这个背景，一样是这个背景。然后你有关注我的那个 page 的话，我有讲我会做一个开箱，没有错，今天就来开箱啦。看一下什么呢？你有看的话，下面有人 comment 啊，有一个人 comment 啊，完全正确的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东西，就是这大包耶，这叫大包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还特别为了这个买了这个，不太知道就算了了。然后就买了这个刀片了，我也是还没安装啊，你知不知道？来，现在。也是来到教学模式，教学什么呢？就教你怎样涂装刀片啊。还有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又有家长陪同。如果你还没到18岁，我已18岁了。不要随便，就是不要动到这个啊，上面锋利的，其实很简单装的，就插进这个洞。哎呀，插不进这个洞。OK， 插进这个洞，然后再插进这个洞。就搞点四分之三了，再把这个东西一样，打反了，喂，插进的洞，对呀、啊，好了，就是这样，一把刀片就这样子，极简单。OK， 今天到这边，什么鬼啦？哎呀，今天明明开箱，都要教学啊，耶，来来，认真一点，我们现在开箱，第一次使用刀片。看到我右手这边一个立的，哎呀 ，OK， 危险的东西收起来。其实我准备了一把剪刀，已经是好了，我是不想用，我是想用那个刀片啊，吹呗。OK。这个纸袋，我们不会像别人这样乱丢垃圾的。我们是个环保大使，环保大使就要把它折好啊，折好，然后75度向后跑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主体啊，然后刀片还是需要你的，然后我们是割那个。这个是叫什么保护棉是吧？海绵呐、啊，就要保护它，不要给它烂。What the？ 还有一层。哦，这个就是来的。我老爷没有盒子了。很难，便宜就是这样啊。我没有钱买太贵的麦啊。哎，我暴露了行踪。没有错，这个其实是个麦来的。哇，这是一张说明书 ，focus 不到哎，看哪、啊，这是没有用啊。然后这是，其实这个应该是出产中国，因为中国字，这个也是没有用。最重要就是这些啦，首先呢。就我们主体啊，就是这个，让我们调高一点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哇老诶，你看这个闪闪发亮啊，好美，而且热热的感觉。然后我上网看到这边下面是可以开的，哇，开了，然后这边可以开掉。从里面就是这样哦，然后拿回去了，不要完蛋，你有没有钱买过、哦？这个模的是叫 BM800， 对。然后其实我是从拉扎达买的，然后它的 review 啊就很好啊，它的 rating 也是很高，然后这个是防风啊。
就这样子啊，套在上面，等下才示范给大家看。然后这个是一个 shop 帽， shop 帽叫什么花语我不知道啊，防震的瓜，那是花语叫防震的。就这样咯，然后麦克风不要收，拿出来，示范给你们看，感觉很乱，就这样子。它旁边是这边是海绵来的，所以很安全。这样子塞下去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可以再近一点啊，你喜欢那近到多少啊？然后还有这粒东西，这粒东西是什么？这就是我没有买那个放这个的啦，太贵了，没有钱买，30多块。哦，这个应该是锁下去的瓜，对啊，其实它瓜力地不错哎，很重哎。看这个，哇，铁的这个整个，不错。要锁进去先，喂，锁不进，锁进了。有点敲诈的声音，大家不要介意。然后这边放什么不知道。然后还有大家示范买这个给你看，这是这个 windscreen。他们叫 windscreen 呢，让它洞开大一点，喂，很难塞。碎呀、啊。OK， 然后还有这个咯 wire 咯，最重要。然后有人讲要用一个 power supply， 就是48瓦的 power supply。因为要让它更大声，可是那 power supply 还更贵过这个哎，跟你讲，那是3.5mm 的那个，这个叫 ABC 是哪？我也不懂叫什么名字，这个三个点的，然后插进去就可以了。呀、yeah, ，OK， 插进去啊，就是这样哦，然后那边讲话的样子哦。OK，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啊，然后之后再来开箱吧。大家期待下次开箱，就这样，拜拜。